把板材按标签分类摆放整齐。板材上小圆孔安装黑色螺柱。注意，螺柱丝牙需全部拧入板材，螺柱不要倾斜，不要有露出丝牙。依次安装所有板材黑色螺柱。底板安装黑色螺柱，后面板安装黑色螺柱。安装好如图。右侧板孔位向内放置，对齐底板孔位卡紧。使用圆形偏心螺母锁紧。中侧板对齐板材孔位卡紧。使用圆形偏心螺母锁紧。左侧板对齐底板孔位卡紧。使用圆形偏心螺母锁紧。后面板对齐板材孔位卡紧。使用圆形偏心螺母锁紧。
前面板对齐板材孔位卡紧。使用圆形偏心螺母锁紧。底板孔位使用圆形偏心螺母锁紧。安装门板，把铰链放置门板预留好的孔位内。对齐板材孔位，使用小米丝锁紧。依次安装所有门板铰链。柜体后面板上有铰链预留好的孔位。把有铰链预留孔位的板材放置地面。铰链最前孔位对齐板材预留好的孔位。使用小米丝锁紧。依次安装上所有门板。